打电话过去。台港啊，这有什么七狗？不知道为什么七狗卖。因为它很便宜啊，只能用吸管，它才多少？40块。我被香水香到了。一胖，二太香，三就会觉得怎么会是用吸管在喝热饮？虾米，是你虾米？原来是吸管的问题。香，我不喝吸管喝就不会那么香，都是吸管，都是吸管的问题。你看到了吗？啊？陈妈妈点了什么？生炒羊肉。